看到协进国小棒球队表演精彩棒球节目，2015第三届 WBSC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将要伫7月24到8月7日，伫咧台南市正式开打。台南不只是台湾发展棒球的摇篮，也是推展台湾棒球的重点城市。台南市政府特别伫咧本届赛事主场地台南市立棒球场召开宣传记者会。世界杯少棒赛在台南，耶！我有一个梦想，除了将台南打造为台湾的文化首都以外，就是希望同时也能够将台南打造为台湾的棒球城市。一方面延续这个城市过去优良的棒球传统，另一方面在台湾振兴棒球运动的时候，台南市也可以贡献其心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以球会友做棒球的城市外交，提升台南的能见度，促进台南的整体上面的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样的梦想，在彭总会长以及各界的支持之下，我们已经成功的踏出了第一步。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贵宾、各位企业的这个协助啊，让我们这样的梦想可以成型。为传承发扬古林少棒队的荣光，在市长赖清德的全力支持下，台南市政府取得国际棒垒球总会同意，摕到连续三届世界杯少棒赛新棒权，将会秉持着发扬富城棒球的使命，带动国内棒球的运动发展，积极打造台南市，成就是东方威廉波特的棒球城市，让世界的人一讲到少棒赛就想到台南市。我们有心将台南市打造为台湾的棒球城市，让台南市能够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所以我们连续举办了三届世界杯少棒比赛。第一届呢，就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总共有12个国家的劲旅参与这个赛事。那除了有精彩的赛事以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个史努比跟查理布朗啊，当作这个活动的代言人。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写了这个比赛的歌曲啊，可以说是充满欢乐，是一个棒球的嘉年华。我们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赛事，让这个活动能够办得更加的盛大，更加的成功。原来我们的赖市长就是把这项活动当作是台南市一个嘉年华，这也是我个人在从事棒球工作以来一直所梦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嘉年华。我们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能够全力来支持这项活动，也得到体育署全力的支持，让我们这个世界杯少棒比赛呢能够在台南完成。此外，市府也特别培训80名英语小志工，协助接待各国的代表队，希望透过同龄朋友的接待和互动，扩大台南市活动的国际观。我是认真的棒球囡仔，嘿，这届比赛有五位雄的澳洲队，自由女神的美国队，吃泡菜长大的韩国队，哇塞哇塞，歌舞快如闪电的古巴队，热闹嘉年华的巴西队，拥有瀑布奇景的尼加拉瓜队，要歌舞嘞。这届比赛队伍歌舞来自时尚天堂的法国队，有特色卷饼的墨西哥队，还有美女如云的俄罗斯队。这届加拿歌舞棒球跟我们同样厉害的委内瑞拉和日本队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哪会减一队嘞？啊，我知，就是上强上勇的地主台湾队啦！那我是你卖臭蛋，唔惊看来遮呛声。身为未来连续三届主办城市，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台湾是重要的少棒发展地，连续申办世界杯赛事意义重大。台南市政府尽全力，甲动员全市府投入筹备工作，全力规划一场无同款的优质赛事。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台南看世界杯的少棒赛，为赛事加油！